在后面。这次你要盖什么样的房子呢？哇，真的耶，这你盖的一样耶。跟你盖的一样耶。我是这样子盖的。对啊。这个前面有红色的屋顶，你也有红色的屋顶耶。然后再来呢，再来再拆房子哦。再来耶、yeah, 一起拆房子。噔噔噔噔，哇，这个放旁边哦，这个是小的红粉红色的，然后要找一个屋顶，屋顶在哪里？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我找到了。然后屋顶放在那里，对，哦，然后公鸡，我看到大红公鸡是这样子，大红公鸡啊，我看到它是这样子的，对啊，那我要找一个数字三，啊，我帮你找到了，这个公鸡是在这里面。是在这个里面，那是数字三的上面有一只花。哦，你大红公，哇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兔子，答对了，耶，做对了呀，很棒，哇，那都快完成了，你怎么都会？然后再来是三上面要插一枝花。是什么颜色的呢？红色。是红色的，对。然后这个兔子要放在它的旁边。放在这个旁边。然后这个小屁孩。这个小屁孩站旁边。这个兔子放这里，你把小屁孩推倒了。然后这个门要打开，你没有打开。哦，这个是没有，这个放在这里就好了。对。哇，我看一下，真的是一样的耶。我把这个放在这边。哇，我看你喜欢摆这样哦。对啊。好吧，那小屁孩站这里。小屁孩。笑你。啊，然后这个小白兔在这里，在这，它在这里吃这个花，哇，都一样哎，小屁孩，真的跟这个是一样的小屁孩哎，